大家好，我是刘红云。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分享一组董氏奇穴刺血的穴位。这是一组导马针，叫做上唇穴和下唇穴。那首先我们一看名字，上唇下唇，也就是说这一组穴位它主要通过点刺放血来治疗唇部的病变，那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口唇病，还有我们的白腮病。它的位置呢，就是在我们膝盖下缘，然后正中央髌骨韧带上为我们的上唇穴，从它这儿下一寸就是为我们的下唇穴。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呢，找到这个穴位点之后，你用那个采血针就可以，其实就是拿那个小针轻轻的点刺放血就可以了。然后针对这三种病症，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那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一组穴点刺放血。如果大家喜欢针灸，喜欢董氏奇穴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。